奶好，今天和我妈一起把这个霉豆子给摘一下啊，摘完之后就把这个秧子给割了，然后拉回家喂羊。我看你都在这里，我地上我来烂死了，看小花。估计也应该会结一些，可能结的不那么多了。你不连结落啊，咱俩老了。以前那个，嗯，给你弄个小花花。这家伙，你那观众用这样子。这药这个是一种药材，叫花柳子。之前都一直长的都是这一个，应该长熟了，看着金黄金黄的。看见要看见那筛子娃子那个。我看见了。花柳子。上次我看见了，是一种药材，具体是干啥不太清楚。到底不漂亮吧？漂亮。嗯。放这里，你那个晒的都可能都没人吃，我今年我也不晒了。我现在又结了，我那一结五万不要了，十万结完了没？看，爹妈俩一会儿都摘这么多了，这是从里面开始摘的，这外面还没摘的，等会儿再把外面摘一下，咱们看一下，这到底能摘多少哈？哎呦！我天天吃，一天三顿吃，谁也吃够了。这个霉豆子能结得很，你可知道？谁走着谁摘，谁明天我再给你种两，谁需要谁都。这边也种了呢，这吃不完呀，这种的。这不都是我给他种的吗？明天我再给他种种。你不种谁种啊？种几个？你看结这么多，俺那种的豆角子他都不吃，我把没有都稀饭的了。他每年还不好吃，我给种了粒粒粒。看这地呀，年都大了。啊，这也有一个，然后还有一个呢，还有一个我咋没看见？哦，在这里，你看，这个长得啊，这长得太多了，这个霉豆子，看这都已经长老了。看这个，对的。长老的话，里面的籽儿给剥出来，或者是煮煮吃、炒吃也可以。下锅也好吃。下锅管吗？咋不管？好吃。那稍微。不能啊，这样的本身你吃不下去，籽籽抠出来，你瞧炒着才好吃的，就这样的。是吗？这外面应该都摘了这么点儿，啊，这里面结的怪多。你看籽多大？管面籽炒着好吃，这个着上都薄薄的，不要皮子了，这个有点老着呢。这也倒进去了。好。小米，老了，谁吃谁拿一下午我也炒，光炒一盘。你这籽儿。这都已经是老了，怎么说呢？要留留种的话，这个都白嫩了。哪个这麻子行了？麻子这个不要了，这都老了。